你没有走错片场，我是杨小健，猛兽营业中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健，很开心又见到你们。来参加这就是原创，来参加这就是原创。在生活中的时候，其实家里面都叫我小健嘛，都叫我的名字，只有跳舞里面的所有的朋友叫我蛇男，所以现在是杨小健。准备，开始。在街舞的比赛中，估计第几个淘汰啊？估计是第一个被抓出去。硬被叫上去了，被扣上去了，没办法。硬被 Q 了。我一直告诉他们我是歌手，我是歌手，我是歌手，然后没办法。李阳在哪里？那他以前是 B-boy。把吃枪先拿出来。灯光音响配合好，这么高，对，左边，右边。